不吹奏，自费否心中痛苦透，为在也休憩，只好隔墙有意红招和旧啊！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切所以偷生计，但为君故意，只为一时艰难。今日雷兄受宋主侮辱，从光碎身都有事，我尚有何颜面偷身于人世呢？命似如斯，因奉向定去留，一时烈火有，只恨空欠苦难无用更红谋，人间表兄战感情，鬼节是叩首，自令红仙落下愁，自愧自过。有断
上有旨，唯命侯夫人即速入宫进见。哎呀呀，宫监一声传皇命，万般之命向暗Thank you.